大家可以，如果点歌不好意思用讲的，也没有要去 IG 追踪的意思的话，大家就可以来前面用写的，然后这个卡点完歌之后你们就还他，因为这个是会有祝福的。哦，对对对，因为跟我们专辑一样会挡鬼，所以这个点完之后我就可以给他。对对对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像还不错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然后如果有人点一些很闹的歌，你们还可以知道是谁，下次他接唱尽量不要给他拿。哦，对对，这个时候，哎，我有文字，对 ，OK， 好好好，好，那大家字迹也写漂亮一点，因为你们字要留。好，放在前面。好，那前面的这个 CD 也都可以拿哦。CD、okay, okay. 自由领取啊，对。大家不要有压力，就是想听歌就直接拿，好吗？我收到了一个讯息，他说你开嗓好了吗？直播间有人想要点唱在高峰上，或者是前三天三夜。这是希望你开嗓还是不希望你开嗓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希望你开嗓就是，因为他们刚刚前面有点了，我刚刚说、这个好像很后面的才可以，对，原来是这样，因为这个太嗨了，对，对，这个太嗨了。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唱到吗？不会，希望我们可以唱到那个对面那条街这样子穿过去。你没有考虑过这喇叭吗？我刚才在那边听，我刚才站在那个下面听，偏大声，真的吗？他承受不住了吗？好，那我们来唱。比较快乐一点的歌好了，那就三天三夜好不好？好好，我感觉比较会唱这首歌，对，开心一点。可以想象大家在西门町背着一堆东西，然后跟着我们一起跳起来是什么样子？好像 OK 哦、欸。来，那我们来唱这首歌。结果大家等下都很冷静，可能先跑。好，这个前奏可能比较长一点。这是我在 KTV 才会点的歌。会唱吗，大家？一点都不会累，我已经跳了三天三夜，我现在的心情和汽水也会醉。觉得不会疲倦，我还要再跳三天三夜。现在的心情轻得好像可以飞啊！加入我的行列，白天跳到黑夜，快乐不会吃亏，谁也不想拒绝。你们会唱吗？要不要一起唱？我们可以听一下吗？唱
高超高。跟你比起来我们还歌，对，他说一点都不会累到我超累，超累。